马，还是他们在救河，救海不豚？知道他们到底在干嘛？他们在 到底？问号？为什么要弄成这样子的一个建筑？他们大家生活在下面是不是。哎呦，什么在声音？挖熔岩块，可是熔岩块要干嘛？有什么战术就是放在他面前放，让他撞到吧之类的。啊？可是撞到不会有伤害，要踩上去才有，不是吗？阿比受伤。等下问他们，等结束后问他们。应该只是挖掉比较好走路吧。观众说他们要，哎呦呦呦，干什么？观众说他们在挖熔岩块哦，巧克力要挖到钻石了。巧克力跳上去要看到东西了，可以跳上去。那谁会看到呢？那是小鸡啊。你有看到钻石？哎呦，我还是巧克力看到。感觉灰队很迷惘，想找钻石的，这好像都找不到。然后呢，决定说要谁下去挖。巧克力又要再挖到钻石了吗？这里巧克力，这角度看不到啊。B，发光。哎，这是谁的洞？他妈挖到别人，灰队挖到别人的洞嘞！是谁？是自己的吗？哦，哎，这是巧克力他们来过的洞嘞。打什么？等等哦。有巧克力吗？不在附近，对不对？哦，巧克力在这边。灰队挖到了巧克力，他们之前的洞，就是之前那个他们脚底下有钻石的那个，所以我现在战战兢兢的在移动中。哇，好紧张哦，越靠越近了。哇，圆圆直接站起来跑，哇，超勇敢。这里上去也不是这里，就是巧克力之前下来。你们 YT 有卡吗？没有诶。给我的好了，F5 就好了。打一下。阿比会不会被看到啊？哎，这巧克力，女人会不会看到巧克力啊？看女人的视角，好像没有看到。他们在找，说这个洞是谁？可他们并找不到。正确的位置。角，我们钓鱼好了。团团打怪打起来！哟，60分钟了。阿比受伤啦。是什么呢？哦，僵有僵尸。尸，好多，而且上面有小僵尸哎，虽然他下得来吗？
哦，点点金装，点点、哦、好闪哦，点点。哎、欸，我都没有受伤啊，杜宇吧？对，杜宇。哎、欸，巧克力好像默默又吃了一个苹果。哎、欸，对耶，血量又拉回来了，真的是各种苹果哎。哇，他们往那边挖，那遇不到巧克力。巧克力这边满满的怪。嗯。哎、欸，这边有一只。哎、欸，这边有一只那个蜘蛛有那个哎、欸，这边有伸出一只有药水效果的。有 buff 的吗？谁的？谁那边？巧克力上头上，可是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经过这个洞窟。哦，巧克力上面要掉僵尸下来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可恶！没咬到，可恶！没咬到。哎、欸，蜘蛛做事，蜘蛛做事，在巧克力头上。没看到，封住了。在我这边。不去了。然后现在在哪？也太上面了吧？对啊。加速效果啊。对对对，它有加速跟隐形，应该加速。哇，远远他们走远了，哎、欸，可是远远他们靠近了红队嘞。哎呦，远远靠近了，团到他们这边喽。应该看得到吧？哦，我去杀狗，等我一下。哇，这边又看不到，就是如果要挖到的话，如果直走应该挖不到。鸟鸟在玩单机生存，真的假的？多单机啊？哎、欸，没有很单机啊，旁边有喵哈嘛？哇塞！什么狗无辜的，一直叫超市了。哎、欸，鸟鸟这边已经在盖房子，盖房间了。啊，给我看那么好笑。是美化一格哎、欸。深红这边，深红这边三台钓鱼机一排一起开钓。哇，钓到什么？那边是一个投射保护的皮革库，把它钓好了，蛮壮观的。直接当主播无聊？不会啊，不会啊，还蛮多好笑的画面的、啊。闪闪回血喽！哦，他们做苹果了。现在时间6点，等晚上喽。晚上喽。你要看红队那边三台深红灯片，三台钓鱼机一次开钓。哎、欸，他们钓鱼那个拉钩的频率有时候会一样，就超好笑。看这个好，对啊，来看这个好了，多疗愈啊，对不对？可以叫哎，十八、十七、十六，可以可以，这血量可以。哎、欸，血量一，对啊，血量一排哦，太神了啊！哦，有时候他们会干的速度，打的速度会一样。对，现在就只差那个。附魔鱼竿插一根，有杰克的速度有时候会卡住。哎、嗯、哎、欸，一拳活掉了，停住了，看到东西了。一拳怎么了？看一下，可能是钓竿的什么附魔术之类的，比较特殊的物品。杰克都钓到什么？是打不踢的东西。画面太好笑，真的是被打身材了，超疗愈，真的，
等下我把这个有没有受伤了。我知道了，这个就是秋风的封面，帮他截个图。哦，对。一月七都在玩什么？钓鱼啊，钓鱼啊，整场钓鱼，钓鱼机三人组。看，哇塞！不过你要来我这边，你飞云月。月在后面。啊、我刚看到团团。哦，团团那边被追。我刚看到团团，他对着那个僵尸挥了三下推空。那你看这边，音乐前面这块，哦，可以去中介是不是？是什么？哎、欸，这个哦，坐车放的测试点。啊，过去了，我又不见了，我又过去了，吓死我了。哦，观察应该不会过去。啊，你跑到虚空，你下去就知道了，你下去就知道了。我看到了虚空，你不要太下去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就只是画面变黑而已，没事。画面哦，没事啊，那是碰到虚空，有没有很像？吓死了，很像哎、欸，好可怕、喔！就刚好，喂，嗯，啊，我还以为灰队会遇到别人，好像他们都没有看，都擦肩而过。哇，有人说杰克掉到的是强力四的弓哎、欸！哇哦，强力四稍微被削弱哎、欸，还是很强啊，因为速度快啊，他那个对吧？哎、欸，这样子杰克那边很猛哇！哦，小鸡受伤，应该是杜没哦，不是，快看，做事，小战士做事，来，巧克力来救人了。很嗨、啊，后面还有一个拿附魔武器的，哦，好多，哇，哎、欸，哇，烙背，他来看，啊，他来看巧克力，被咬到了一颗，后面还有好多、哦啊，好多，从上跳下来好多，哦，好满哦，峡谷飞过来耶，真的，小鸡还来得及补铁剑，对啊，这还来得及补，可恶，可恶，哇，可恶，好急哦。黄的粉丝进不去，对啊，退取也卡，那应该就是你的问题了。我退取不会卡哦。你在 YT 打退取卡，你不会打在退取打字哦？哇，我觉得你们这一队的附魔装好猛哦！你的钻石库跟钻石剑。法师鞋子跟斧头、欸，哎，等一下，你斧头是不是他指腹效率？哦，隐约厕所了。我的 YT 也太猛了吧！像在大概十分钟前的画面，太神了吧！好猛哦、喔！哎、欸，对啊，现在时间69分钟，哎、欸，同步啦，同步啦。咦？哎、欸，这大脚4969，这是哎，顿、欸、啦。在骗啊，做卡的骗人啊！会踢顺喽，可以回来看喽。应该是啦。出风下来挖煤炭，好和平哦！现在剩10分钟，等下你们就可以看随机缩圈长怎样。对啊，很特别哦，真的。可以注意看，等一下可以注意看那个中心坐标。对，你会看，你会没看到，你能看画面上的一条红灯或绿灯。闪闪又吃了、哦。闪闪吗？没有，他刚吃了一颗。啊，又吃了一颗。又吃了一颗。对。这感觉吃了两颗了吧？嗯。秋风受伤了，杜鱼。对，真的赌，他在挖矿。不过现在真的没扣血，对，没扣血。